今天开心到我们九六点一百这个第一集的节目啊，像我们是大家都知道网络上有一个很红的一个艺人，他都在网络上面，虽然他自己呛人了，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是会一直的，我们就要访问他，因为他最近有退伍这个倾向，就是这个人兄，看看他的牙龈是多么的大颗，是多么的大颗，又腼腆，都是他自己比较胖啊，所以呢，我们自己先欢迎我们的聂一哥。什么叫牙龈 啊？你什么叫牙龈 啊？主持人就跟他讲话，主持人就跟他讲话啊！对啊，你坐这个位置对吗？啊，你要坐的是这种椅子吧？哈哈哈哈，就是部落的这个椅子吧？什么要牙龈的？你丑的人怎样坐这个椅子？来，坐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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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一点礼貌都没有啊！来来来啊！懂不懂什么叫敬老尊贤啊？敬老尊贤，是啊，人也很少。OK 的。知道我们你最近退伍了，恭喜！当然啦，你有帮我接风吗？没有嘛，我泼我泼假的，你这什么朋友？啊，烂咖！节目上，OK， 节目上不要这样，烂咖。节目啊，好，我们最近他知道他退伍是，对，在退伍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你说当兵吗？当兵，当然啦。你之前那有没有比较让你不舒服？有比较不舒服啦。之前很呛嘛，班长都很呛。我跟你讲，班长其实没什么，烂透了啊。做一张嘴巴，做一张脸而已，像像做事。来来，班长的脸啊，班长的脸，班长啊，我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占个屁呀、啊！你占个屁呀、啊！班长就可以欠骂就对了。那班长，他我觉得他很可怜的，你知道吗？也不是可怜啊，对，怎么装腔作势嘛？啊，就站在那边。对啊，就这样，怎么样？说站好是不是？严肃的脸没有啦，就偷笑嘛。你要想快点，幻想这摄影机是你，然后你班长骂他。班长，你执勤带皮夹的、啊。一点威严都没有啊！对呀，哎，那个执行带根本就是啊，我觉得是被好看的，不是的，一个造型，对，就是这个竞选的竞选，对啊，最终竞选，没得什么，班长只是骂骂人而已，骂骂人而已啦。对啊，我也当过班长啊，国小嘛。对啊，我还不记鼓掌呢，活动组长，哇，我记三个身份啊，开玩笑，还不记鼓掌哎，对啊，卫生鼓掌啊，对了，自己也没有干净，干嘛当卫生鼓掌？好，开始我们的主题。哎呦呀，对啦，对，听说你是要最近要转型了，这样子，因为像以前这个模样是已经不会再出来的骂人这样子。来，我们现在介绍一下鲶鱼哥之前的动人的影片，来，你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影片。我为你介绍一下，来来，我为大家点。老爹他多忙，我来吃呐，我来吃呐。他父亲母他多忙，我来吃呐，我来。好，到这里就到这里，大家都看过了，大家都看过了，大家都看过了。对，这个影片叫做《黄小鸭模仿泰国 Kiyomi》，你不觉得声音像鸭子吗？对了，对，好了，你退休了，OK 了，够了，那么爱线干嘛呢？那么爱线干嘛啊？这讨人厌，这是你是谁？哪一位？够挫的，谁的朋友啊？听说是阿瑞的朋友哎。退休了，对吧？退休了，走下坡了。啊，这个人真的是走下坡了，走下坡了。所以这个人是正常的。哎，好，那就要提出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我最近有对啊，因为你退伍的时候，我有看到那个综艺大热门。啊，对，综艺大热门有上嘛，对不对？我有上。你最近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在接通告。对，在接通告。对，我有听宪哥说，你开始走下坡了。你反正是宪哥的真心话啊，他给你个建议了。他是给我建议了。对了。责之深，爱之切，对，不要赔了夫人又责。爱之深，责之切啦！啊，我说错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呦，你要当兵当啥啦？啊，没有办法，被班长骂的。你要带执行带在？不是啊，班长晚上不叫我减肥照。我怎么可能让他减肥照？对对，那你们当兵的时候会有那种娘娘腔或者是 gay 吗？当然有啦，我每次跟他们洗澡，我真的很讨厌那种声音。跟我说借，哎，美女，他可以给你寄一下那个。你肥皂吗？好啊，我说好，我就在地上理解。然后结果怎么样嘛？他在剪，他真的剪了，剪了嘛？他真的剪了。后来知道干嘛？我拿那个刷马桶的牙那个刷子，没有刷他屁股啊！你也太残忍了吧？也没有到太残忍。他的表情是怎么样？我跟你讲，让我剪肥皂的人隔天马上死掉了。哎，班长还叫我续签呢。啊，我不要，不要了。就是我觉得我不要。我发现一个，我是犯左线。我不想当坏人。你像是这样子的意思，我就不想当那种人了。好险你退伍了。对，好险我退伍了。对，就未来的打算哦，就是唱唱歌啦，然后跑跑通告啊，演演戏，演演戏。那你有把谁设定为目标吗？当然，那还要讲吗？当然是我们的亚洲舞王啊。亚洲舞王哦，高凌风。人家是青蛙王子，那你呢？蛤蟆
王子，原来我跟他机器啊，丢棋啊，没有了，他们是这样子，罗大侠的，所以你是想要就是如果之后对自己的安排就是走那种就是多功能重就是多功能就唱跳演都要会的那种，因为像罗志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已经很他是靠他的努力，对，所以我也想用他那种精神拼搏下去，对，就像人家说的，从哪里跌倒，就还是一样在那边跌倒，就不要站起来，还是要站起来啊！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真的会走下坡，绝对下坡，对，对下坡的，哦、没有了，不要那边哦，好了。哎，那你跟你现在有交女朋友吗？现在的话是没有了，啊、哦，因为我也是很想交啦，就是碰不到对象。那你自己有什么喜欢的类型吗？我喜欢的类型。像那种长发飘，还是水汪汪的，哎是。如果我这边等下会 key 的，说这边专线啊，哎对专线，专线对，鲶鱼交友网。哦，一定要啦，一定要吗？我希望就是能够在这个电话之中呢，因为我是打进来之后，哎，我能够精挑细选，一一的相处，对，一一的相处之后，然后我们就边翻倒式，然后炒炒饭啊，炒炒饭，煮面，然后吃水饺啊，吃水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吃海鲜。下面也是真的是下面的，是下面的，我要做一个体贴的男人，亲自下厨，对，亲自下厨，亲自下厨，不要想做，不要想歪，要follow一下粉，你一个粉丝专业，对对，粉丝专业好不好？最近真的是相信歌手说走下坡了，他走下坡，他一直开没有，一直用 N 档，对我会努力的啦，我会努力的，对，哦他会努力，对，会努力，他会努力，好不好？让大家能够支持我 ，OK， 支持他，爱我，爱我，希望下一次同一收看。96.18 Yeah!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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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